一刀下去啊，我是真的很心疼，我又没办法，我只是个农民，只会种不会卖。你看今年产量这么高，还不是被那些坏人低价收走，一转手卖给你们啊，都要十几块一斤，那也太贵了。如果你们喜欢吃，我学会自己卖，就给他挂在下方小黄车。